白雪啊！不是你，我咋这样的？那哀嚎。娇姐，没有作业今天呢？有。你们正好，我是学霸教你。是你学霸？这个组啥词呀？那就遛弯呗，多简单。那对他来说麻烦，你就遛遛。你就照这字写完事儿。那空地能对吗？那不空地吗？那空地咋不对呢？谁说话不知道？东北方言，别误导孩子。空地肯定空地，就叫空地。你选一个，空地。哎，你看，有觉悟啊。好、哦，下一个。咋改成反问句呀、啊？那你这个就不得不用这个锦州话了，因为它是质疑全世界的。小姑娘的纯真心灵啊，能不能像一朵丹多丹凤的花蕾呀？这能写出来吗？你搁这画个语音条，你告老师一点。我不喜欢学数学呀，太难了。这玩意有啥难的？学霸姐姐派上用场了，当时也经历过胎教。来吧，你看看第一个题什么玩意儿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学霸？下一个题，我回个信息。搁这干啥呢？啊，那个是这个是那个偶数，不是二的倍数，是奇数。老师儿咋写呀？这个纵总长40米的篱笆围成一道菜地，已知梯形高是10米，求菜地面积。好，来了。孩子呢？搁这算等腰梯形高呢。别来了，正好等腰梯形缺个甲，你躺这块儿。